立正，站立，请坐。哎，今仔真难得，啊，我是从美飞机吼，透半暝才到台南吼，到台南已经是一点半，啊，真正倒咧睏两点半，呀，不过是安尼，今仔真兴奋，啊嘛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伫这大家含大家安尼三甲来研究一寡咱台湾的问题，啊，甲台湾将来方向要安怎行，啊，即国家的较有诶细节来无吼，啊，我伫这个七月份我有倒来过一摆，那么。在过这段时间，我这段后边这段时间，我就通一通豆豆啊，含大家来分享啊，来报告给恁大家做参考啦吼。首先第一件，就是讲这个九月份，蔡英文带一团去华盛顿 DC 去拜会美国的华府吼，这大家应该拢有知影啦吼。那么这件代志，在迄搭遐。伊伫迄搭遐所访问的，即官方也好，也是即国会也好，各方面的，伊拢清清楚楚共讲到足清楚，讲台湾毋是中国，即非常清楚。嘛讲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嘛表明个真清楚。那么甚至伊嘛搁再继续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权，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这嘛非常清楚，伊伫进前都已经有讲过一件代志，我相信做大家拢有听过啦吼。那么美国方面听伊安尼讲，嘛已经有一个概念啦吼。所以伫美国国会，伊去拜会国会一寡即个成员的时阵，人有送伊一个旗啊，迄个旗啊可能大家拢有看过，美国国旗啦，吼。美国国旗，李登辉前总统去美国的时候，也有曾经有下过一摆美国国旗。那这支美国国旗，迄个意义伫啥物所在？重点就是讲，为什么我会送你台湾来的代表人物一个美国的国旗？真清楚呢，真清楚。伊要互恁知影，你台湾就是伫我美国。占领之下啦，这个美国国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等伊挂出来，予较侪台湾人会当清楚了解台湾的现状，台湾实际上的地位安尼。但是因这人物，这政治人物，完全拢把这当作是一个选举的动作，并不把这代志放伫心肝内。哦好，那么然后。等到他回到台湾，为了选举，然后又说什么话？说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这都是他亲身自己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为了说，啊，你怎么不是都在批评自己来咱绿色这边的蔡英文？我告诉你，你要看详细。中国人在台湾一波一波一丁一丁的吞打甲交叉是无计其数啦。若要拗镜头拗袂完，若要讲三面，阿只嘛讲袂完。即大家拢经受过，为1945年过47年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一直一路延续来，非常一件，非常一不公不义的代志，咱安那讲都讲袂煞。那么，咱的目标就是要结束掉。简单一句，就是要甲结束掉。所以我无需要批评伊伤济啊，因为已经要批评的、要讲的，有哪实在太济啊啦。所以李小峰一个作家吼，李小峰可能大家捌听过吼，伊捌写过文章啦吼，内面安尼列起来有几百项遮个不公不义的代志，啊，我相信不止啦，不止啦吼。所以遮过程对国民党、对中国人遮个部分。咱毋是无批评，要批评批评袂完，但是咱干呐简单一句，我简单就是要甲结束掉，就是要甲赶走，安尼尔，毋免含伊讲伤济。但是身为台湾囡仔、含只囝的蔡英文的民进党遮的人，你安尼做敢对？
不应该。谁说台湾是中华民国？谁说中华民国是台湾？为这件代志，我安那和美国那边的国安单位，因为阮拢差不多一段时间就会面一摆吼。这件代志，我哪有问过国安单位这边？讲美国的反应啥款？伊气到家下，他气到一个面青转转。伊讲啊呐，阮拢互骗去。可见伊伫美国遐所讲的，甲联合所做的，完全拢180度、360度的倒变去啊。所以美国迄方面是非常着，听讲较会讲即种话，较会做即种动作出来，完全拢无应该吼。但是我毋讲直接要强调批评伊个人，因为咱台湾的地位，咱台湾人的前途，毋是你蔡某某、蔡英文一个人所会当解说一句话出来，无应该。所以美国迄边为迄阵开始过，干那一句话。无信任，无信任，民进党遮无信任中国国民党这边，完全拢无信任。所以美国迄边啊，甲台湾这边的选举定位做哪？定位做恁内部茶壶内面的风暴啦，差不多是安尼尔。甚至我哪有甲请教过讲，那么马英九讲和平协议是要搁安那解释？伊讲。美国那边遐亲身讲，马英九要代表什么人去和人签和平协议？伊要用什么款的角色？要用什么款的地位去和人签？若要代表台湾 ，no， 无迄个本事啦，嘛无迄个资格。伊凭什么要代表台湾去和人签和平协议？无正当性啊！一个中国人。要代表台湾去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谈和平协议 ？No， 美国讲得足清楚。啊，那伊那不是要代表台湾，那么伊也讲得清楚，讲得清楚什么？伊是用国共两党的情形来去签的话，爱个另外一回事。哦，这要清跳清楚，因为台湾人伫媒体内面吼。拢是看的，拢是中国人咧操作的媒体。有人讲啊，台湾就足自由啊，啊，台湾就足民主啊，敢有影？我问各位，敢有影？无影啦。咱将在咧办一挂活动，请外的人去到 AIT， 安尼遐尼啊大个诉求，媒体界、新闻界、报纸、电视新闻，一字都无甲咱报。一时都无甲咱报，伊讲啊呐，甚至即个新闻局的局长，简单一句话啦，互遮个媒体界朋友，恁若报遮个代志，死后果自负，敢若死字都惊死啊！所以台湾所咱所看到的遮个新闻媒体，清一色拢是过制造过啊，这叫做制造业啦。媒体吼，我甲因讲讲，恁媒体吼是制造业啦，专门咧制造新闻啦，毋是真正咧反映事实真相。哦，所以台湾的媒体界吼，咱若要看新闻，咱爱有资格去思考。所以我相信在这遮咱遮前辈吼来遮有看遮资料过，以后看新闻会较清楚，啊嘛较会当理解，因为因所要互咱看的，就是要甲咱洗脑的物件。这真正是真恐怖，敢那法西斯、甲含希特勒迄方面的迄种操作的手段，拢完全一模一样。那么美国伫迄方面，伫马英九这边，甲伫蔡英文这边，两边安尼甲看看，拢打叉啦，拢无法当信任啦。尤其是马英九这边，更加免讲，一步一步硬咧含中国遐好乐好色咧夹做伙啊。这不怪美国有哪会着生惊，因为美国要卖是维持世界嘅稳定，维持亚洲嘅安定甲繁华。那么中共一脚一步硬咧打落来，诶，即个动作造成亚洲者会受到真大嘅波动。哦，所以即后壁影响诶，甲含一寡遮个效果，拢会陆陆续续一直浮现出来。所以阮伫
伫美国，我上侪拢会含国安迄边遐去检讨，检讨，哎，啊，即马来做做到啥物地步，啊，得爱安那来做，啊，咱后壁要做个工课，民政府遮一步一步爱安那来安排，就拢有给咱牵加。所以咱做咧做个动作，其实有包括国安单位，包括军方，拢咧给咱铺排 ，CIA 拢有那咧给咱搭木带路。所以咱的工课，咱爱像头即马秘书长讲，问看大家准备好未吼？其实拢还阁真不足，咱努力去斗宣传，咱爱有发挥一个精神，较加薄咧，去加讲讲听，听会落，尽量咱讲较侪互听；听袂落，咱慢慢甲讲呐。反正伊若听袂落，有一讲伊就听有啊。其实台湾内部吼，足侪人毋是听无啦。我甲即个只个较大脑级个讲，恁读遐济册吼，无迄个听无呢。即理论、即论述，毋是深甲万千深浅，遐尔那深呢？应该是足容易理解呢。我即无读啥物册，我都听有，都看有，哪有可能恁会听无、看无呢？无可能。问题伫底啦？点？因为因有包袱啊，因有派系利益，伊无想要知。重点是伫遮，啊！若一般普罗大众的咱，我相信咱干那一个精神，会当为台湾做寡代志，会当为台湾掏这条脚，这就是咱的目的尔，这就是咱的目标。所以咱是非常单纯的咱，咱百分之百拢听有。啊，所以听无，并毋是讲真正讲伊无读遐哪济册，毋是安尼啦，是无想要甲你知，这才是问题啦。所以无要紧，有着会要想要知，咱讲较济互知，互理解；无想要知，等以后有一天一步一步一直打出来，伊自然就会知。哦，所以头先我咧讲着讲，民进党带遮个人去到 DC， 所经过的过程，美国一点一滴拢看恁目睭，美国机啊，互恁炸断，结果伊嘛一撮藏伫仓库内，无甲你赶出来。应该讲个，迄个机啊炸断个，就是要互你挂出来，要互你互台湾人知影讲，哎，台湾的地位、台湾的现状、台湾的真相应该是啥物货？但是拢无甲你表明，因为伊惊互恁知影，甚至中国国民党嘛是同款，伊毋敢互恁知啦。这都是真大个问题。啊，不过咱个地位，咱了解咱来较认真啊去宣传。哦，所以这个情形下，包括蔡英文安尼讲到遮呐，遮尔呐清楚个表白啊，吼，美国真正是着生惊嘞，非常烦恼讲，啊，你真正一个党个主席，竟然讲这种个话，含最近呾过往个黄昭东台独个。台独足侪人嘛，听着这话有哪食袂消呾呢？真正是硬死啦！所以我就讲黄昭东老先輩吼，应该是去予蔡英文这话硬死的啦。啊，但是我希望讲吼，咱身体有哪会保重啦，因为毕竟咱的路还阁真侪爱做吼，啊，唔通讲因为安尼就怎啊来产生真大个刺激啊是安尼。不过讲个简单就是讲，伊这个讲法，干哪一项？选举考量，选举的考量，啊，选举考量。但是呢，伊若表达安尼，等若有一天，伊若真正当选着，安尼迄阵，伊才敢会法通收山，无法度通解释，啊嘛无法度通去搁再做任何的转变呢。所以美国方面讲啊足清楚，你蔡英文若选输。吼、哦，有选赢选输嘛吼，啊，国民党嘛同款有选赢选输。蔡英文啊，选输，问题伫底个？这个问题真大呢。所以民进党遐，我家己本身做过民进党个主委，哎，拢甲我骂讲，啊，你早着做民进党个主委，我讲我着是因为做民进党个主委，我才发现问题伫底个，较知影讲真相伫底一搭。恁干那讲一讲讲，讲啊，着选落赢，我嘛爱恁们选落赢。但是问题，你敢有去考虑到选输的时阵要安怎？选输，迄个意义是对的。迄个意义，国际上的看法是讲，恁台湾人
超过50%以上的台湾人要选，予中国人继续甲恁糟蹋嘛？那你选输是安尼呢？变成下个底时间无话通讲呢？啊，咱敢真正爱要安尼？所以，民进党我想来讲，你干那考虑选赢，啊，你若选输咧？我嘛甲美国国安单位遐问讲，哇、哦啊，最近媒体民调吼、哦，看起来老赖滚滚，我想会赢哦。讲迄是你讲的，迄你讲的啦。内部因的消息所收集起来，无可能会赢啦，无可能赢。安那讲，我甲问讲，啊，无你安那讲，恁的看法做参考嘛吼。伊讲，你敢知影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天到晚处心积虑，这段时间来压偌济，吼压偌济，咱无讲啥个，压偌济，做偌济动作，伫真内面，迄中间恁看袂到个非常济啦，恐怖，确实恐怖。啊，中国国民党伊本身就有党库，啥物库一大堆库，因凊彩咧压是。足简单诶代志，最近我今仔当来伫遮张梅伫飞机顶看到讲金门，可能有看到啦吼。金门掠到竟然一票1万块呢，会恐怖无？一票1万块，即种诶物件，最无怪人国际上讲恁 ROC 吼，就是雷帕比奥卡西诺，雷帕比奥卡西诺就是跋筊国啦，简单讲就是跋筊国啊。一天到晚干那要想这物件呢，真正是足悲哀啦！莫怪李登辉总统讲，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无要认真去思考咱的真相，无要认真去思考咱的地位，无恁认真思考咱的将来要哪行，干那咧思考这利益，一票30块，咱100万票就3000万，这敢是咱台湾人要买？绝对唔是嘛哦，对不对？所以我上在咧甲因讲，选举若为着钱来咧选举，即种选举一点仔意义拢无啦。选的意思，就是要希望为台湾行一条搁较好的路出来。即、這个政权国际上都讲啊足清楚，已经是无信任啊，啊你要搁去甲跳落去咪选？头即摆我咧讲，若歹你迄个蔡英文选输，选输的话，国际上的解读是搁无共款。那么那选赢，选赢呢？选赢可能足欢喜哦吼。但是我甲恁各位讲，选赢，伊向什么咧宣誓？向什么宣誓？中华民国宪法嘛，对不对？哦，全部个基啊，包括宪法，安尼宣誓嘛。宣誓什么意思？宣誓意思就是讲，我服从你，我效忠你。我替你做代志，我 loyal follow you， 这种意思。所以你既然选赢，你就是要替人做代志。你哪有法度人为台湾做什么工作？你选赢的对象是什么？是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呢？所以作者一寡只话较有概念的前辈才讲，选输是输啦，选赢嘛是输啦。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咱是讲这个选举，应该讲起来，唔是咱台湾人要买的选举，含咱台湾人嘛无完全无关系物件。本土台湾人还未有政权，本土台湾人还未国家过，所以咱无选举的问题嘛。所以我进前就常在咧跟这个民进党界这朋友讲，想办法。抵制选举，想办法拒绝选举。我讲到有嘴无烂，啊，让因老壳因甲想要病去呢。但是无要紧，因搁安那无欢喜，我嘛照常爱讲，因为这是咱身为台湾囡仔爱讲的话啊。这个选举我甲因分析甲足清楚，是安那报纸一天到哦，媒体界、电视新闻，哪会讲一大堆咧选举的代志，讲到大家咱热滚滚。足简单的道理咧，你要去跋筊城进前，你会想讲啦，哦，我要甲赢50000块转来，有迄个心态。但是去到迄个跋筊城的所在，
多数拢输了了去，输个痛苦都有。这就是这种心态。伊即摆要互你加互热、加互滚，啊，互你哦，无去斗，敢若像袂困着，无去斗，敢若像对不起家己安尼共款。其实完全拢唔对了了。所以这个选举的部分，美国迄方面嘛看甲足清楚。国安单位有哪咧讲，恁这安那选吼，拢无什么作用啦。所以民进党若选赢，嘛是伫人的范围内面，伫人的所掌心啦，你跳袂出去。因为你的对象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伫国际上都完全无通承认啊，中华民国伫国际上都无地位啊。这非常清楚的代志，所以伫这经营过程嘛，拢已经非常了解。这包括这个马英九的部分，马英九的部分，美国那边嘛非常清楚了解。美国那边嘛，我那讲过了，十五分钟内我佮赶走，赶走啦吼，大家听有意思啦吼，佮赶走。啊，恁敢有法度通处理代志？这那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啦吼。但是咱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讲，马英九伫美国的心目中，基本上已经是被否定啊。因为伊即马所行的方向，已经是含伊以早伫美国遐咧读册也好，伫美国遐所表现的，嘛拢完全拢无共款啊。啊，伊甲人讲的，拢完全无共。所以伫这过程中，美国方面非常清楚的了解，台湾目前这个选举存在的，就是恁内部的茶壶内的风暴。哦，这种现象，全世界可能找无第二个所在，敢那存台湾这个所在安尼的现象呢？真正是真可怜呐，吼，真可怜。啊，咱一定爱想办法突破。啊，要突破，就是搁较济台湾人来讲真相，好知。搁较侪真正有心为台湾咧设想的，咱来讲真相，互伊知影。看讲咱的路爱安那行，才有法通化解这个结。哦，这是一个第一点的这个重点吼。那么第二项，我要跟大家解说一个，讲刘珊珊的代志。刘珊珊大家知啦吼，最近当发生的代志吼。啊，我阵多有那伫遐，我那有去做一挂微调，讲予大家知。刘珊珊的代志，就已经再三美国甲大家讲啊足清楚，中华民国并无主权，并毋是国家。这再次一直咧讲哦，毋是讲一摆尔哦，甚至进前国务卿鲍威尔、国务卿 Rice 拢有通讲啊足清楚，甚至伫北京也讲啊足清楚，讲中华民国无主权，嘛毋是国家。台湾嘛，无享受着国家的待遇，这拢非常清楚呢。但是媒体界拢一般拢唔敢，拢甲你盖起来啦。上者讲一摆啊，啊一小小一寡字啊，甲你盖起来。那么这摆刘珊珊的代志就非常清楚啊。刘珊珊的代志是十一月七十 ，FBI， 美国 FBI 吼是算管国内的啦。美国吼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叫做 CIA 吼 ，CIA 是咧管国际上的。那么呐，因国内因是用 FBI 啦吼，这是调查单位、调查局吼。伊这个调查局十一月七十，佮佮扣起来，扣起来了，十一月十六，就开一个庭，开一个预备庭，一个辩论庭，要互刘珊珊本身。亲亲表示，你有要保释无？你有要申请增押拘留的这个辩论庭无？这两个代志一定要先讲个清楚。你若袂，那么法院迄方面就做另外的安排。结果去到遐个时阵，这个刘珊珊拢 say no， 拢无爱。拢无买，虾米原因？在后边我再去解释吼。那么到十一月十八，他阁开一个预备庭。这个预备庭，刘珊珊就请求伊阁戴脚镣手铐，这个逮捕出来啊。这过程中间吼，大家可能想讲啊，可能是阿姨的内容啦、啊那都安那吼，这是表面上看会到的尔。
其实内部佫有牵涉到情报问题，情报问题啦。FBI 的出动，就牵牵到到甲国家安全问题的代志出来。所以谁那看 FBI 会出来出面来调查？调查毋是一天两天尔呢？偌久的时间？三个月，我要到四个月呢。八月中旬就开始处理这件案件，内部有可能牵到这个刘珊珊，嘛有可能利用伫美国的时阵出卖情报，可能啊，这拢还搁调查中，可能啦吼。啊，咱嘛是希望美国方面会当把真相查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呢？毕竟台湾跟美国有相当的息息相关的关系在里面吼。那么表面上讲啊，这内容内代用啊，是安怎开甲扣手铐？是安怎开互伊穿小一身甲脚镣锁铐？因为伊有想要逃走的企图。十一月七十，马上甲抓，啊抓是啥物时阵？伊是去伫一个洗手间要出来先，总甲抓起来。啊，迄时阵就是因为 FBI 已经有发现着隔工十一月十一。伊就准备想要逃跑回来台湾啦。哦，啊，若逃回来台湾，这下子代志就麻烦去啊。对美国来讲啦，吼，就较复杂啦。所以，伊在迄个时阵，阿伯伊阿伯十一月十一以前，阿伯迄个阿伯离开战争，关总安甲扩起来。啊，扩起来，伊就讲，无咯，我是外交豁免权。美国讲 ，no， 你都无，你无一个方国际信任，一个中华民国联邦上，要哪有啥物外交豁免权？甚至嘛，甲讲，你下是伊签证呢？伊签证是啥物货？伊签证就是商务的、经济方面的、投资的迄种伊签证呢。所以我伫媒体顶头，每日有那讲个做啥呢？为这个小细节编出来，就可见流氓政府底下有十三位的所在啦，个个拢是伊签证啊。爱甲咱骗讲，人也是驻外的外交部的单位哦，骗甲戆戆戆的，真正有骗甲戆戆。甚至袁建生本身，我相信有那是伊签证啊，含咱差不多尔呢。爱甲恁骗讲，伊是外交官呢，袂见笑。中国人真正是袂见笑。这种代志，若要今仔无凸显这问题出来，咱永远拢互砍掉的，甚至人美国遐讲啊足清楚呢。因你啊看伊咧车的车牌，若是外交领事吼，无共款呢。伊只不过下是一般的车牌呢。安尼有清楚无？非常清楚呢。所以美国遐咧做的动作吼，咱若为遮论说了去甲。到好好势，哇，足清楚。恁咱秘书长所讲的这论说，恁若甲斗一寡代志，甲斗斗起来，麻，一摆一摆，非常清楚啦。所以可见流氓政权会足惊咱这论说硬来传出去，就是这个原因。伊咱讲的是正确的，咱的方向是对的。哦，啊，所以为刘珊珊的案件。就当凸显足大个只个问题出来，包括即外交人员，外交人员是一个国家的延伸嘛，但是伊下是伊签证呐，所以咱拢看防骗五六十几档有呢，拢一直拢防变作讲啊，做讲啊，伊是外交大使，伊是安那都安那，其实拢无影无理解。哦，好，刚才有这件代志凸显出来，所以美国是一再而三、再而三的在甲咱台湾人讲，包括这个刘珊珊的阿未发生之前，迄 CK135迄个加油机的代志，加油机的代志嘛足清楚啦。美国的加油机遮尔那大只，要来就来，要走就走。啊，因只媒体甲讲，啊，要来救一个阿英，敢有影？敢真正是要救阿英啊！所以伫媒体顶头讲，哪有人咧救一个阿英用拖拉机啦？差不多即个意思啦。
哦，空中加油机是战争也好，还是伫空中要加油要通去用的物件嘛吼。啊，那用迄来咧救阿兄呢？上汉普啦，迄理由安那拗都拗到上汉普去。啊，但是咱一般的台湾人无要去甲寻救原因呢，就去互骗去啊。其实你若真相甲现落开看，足清楚，足清楚。国安单位只个含我咧见面的只个，伊讲伊嘛双在咧来呢。来台湾呢？爱哪哪来？因唔免那么任何签证呢？因飞机飞来就礼拜呢？啊，什么时要走？随时人因拢会当做因家己的安排。哦，所以为这一点一滴，甚至日本三一的地震的代志，迄有要搁较明显。大家有看过遐代志的事件啦吼？三一的发生的时阵，甚至人海关啊摆出来，互你看。来海关，我家己来用。安尼有清楚无？真清楚啦！确实真正是美国拢有咧甲咱讲，啊，咱无要去甲思考。哦，所以咱当然有当时啊，咱看任何消息、看任何媒体、看任何只个动态，咱爱去深深去思考，诶，背后真正因素是虾米所在？才袂去互骗惨落安尼吼。所以。流氓政权，因为伊为着要确保伊即个政权伫即个只继续安尼假清两边，伊只好着一边作者无奇不有的这理由出来互恁听。啊，原因就是对啦，原因就是因为咱无法度通去突破即个媒体啦，这就是咱的困难。所以为虾米咱啊才千辛万苦用即个电脑的？上去的 YouTube 放，啊，用电脑光纤传予大家，啊，大家去，大家搁在那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咱无管道。哦，我都常常，我嘛甲国安单位遐讲人因一个麦克风举咧到咧，讲咧到咧，几百万人拢听有滴，啊，阮吼讲一部句，上只啊，才几十个人听到呢。你嘛好心诶，想办法甲阮道用看有法度通平平，伊一支麦克风，无阮嘛，阮半支就好啦。阮半支就好安尼，讲伊若伊会去努力啦吼，但是认真讲吼，若以美国的单位，我所知 CIA 是较有话钱通顶当啦，所以我那个建议讲，你若会当尽量找 CIA 甲讨啦，可能那一个咧杀一个，但是我知影 CIA 因为因的活动范围较宽。啊，而且因也较无受管制，所以比较起来较有这个机会啦吼。啊，不管咱哪讲，就是伫还袂有经费进行也好，伫还袂有资源进行也好，咱一点一用咱的诚恳的心来传互搁较济人了解，互因会当理解讲，哎、欸，啊人因讲安尼，甲听起来甲斗起来都拢对嘞，自然伊就会想要搁再深入落去甲了解搁较深的内面。吼、哦，即咱拢有法当安尼去谈。啊，较辛苦无唔对，但是呢，咱会感觉讲做得真踏实啦。因为伫困难中所做出来，迄、那个成果是上甜的。哦，所以我当下讲，伫足艰难的时阵，咱最紧艰难，啊，甲做出来，到时你甲回想起来，迄、那个味道真水呢，真甜呢。呀，有当下我家己本身。我因为15、16岁，我老爸就过往啊，啊，我一路行来是非常艰难，但是即马甲回想起，哦，我以前那遐哪敢，我以前那遐哪有魄力当咧种吼，这就是咱台湾人的本性，咱的特性，台湾人特性就是遇到愈困难，遇到愈艰难，咱愈刻苦，咱愈耐劳，人讲食苦敢若食补，等到怕会开一条路。拢是安尼行出来，啊！咱若讲因为啊困难，就歹做，啊就倒海海。我甲伊讲，永远迄个问题嘛拢伫遐。所以咱若有做，就有进展啦，一步一步啊踏，一步一步会进展出来安尼啦吼。所以这刘珊珊的问题也已经凸显足侪问题，即摆佫关伫遐啦，即摆佫袂放哦。啊，因为安怎讲呢？我头即摆讲的讲伊。承认讲，伊讲啊，做讲伊无要交保，啊无要即个啊，做要求升压诶，即个行政庭，啥物原因？
伊若要交保，法官嘛讲会使啊，你当要求交保，法官做爱伊交保呢？大家讲奇怪，哪会安尼？交保唔是得咩哦啊？无啦，交保嘞，代志就掀起来，再掀出来检讨讲，哎、欸。伊是虾米款的原因？伊是虾米款的状况？伊是虾米款的来龙去脉？全部拢掀起来听。所以，伫马英九的政权，嘛一再拢甲要求伊袂用去甲交保，袂用去甲去虾米咧要求孙亚婷，因为安那伊惊红掀起来。所以，当讲的刘珊珊是去职保帅啦，这是乌做啦尔嘛，甲放弃无要紧，来保这个。不过这个重要的，因这中华人民国流亡政权，所以伊放弃保释，啊，放弃生压权，就是安尼来的。啊，甚至十一月十八开预备庭的时阵，还阁好笑。伊讲啊，我都拢认罪啊，吼啊，我嘛要嘛有权利讲要用几万块，八万几百块的迄个美金，要来赔偿这个菲律宾的外劳。这个佣人吼，法官阿公啊，你讲你要赔，我不一定要甲你接受呢。安尼有心是无？可见内面，阁有真侪文章伫内面。啊，因为伊想要赶紧，会当去罚金罚法的，爱当赶紧算安尼就对了。这就是因的企图嘛。伊若赶紧个代志有一个段落啊，伊就当赶紧拼当个台湾。啊！若等回等来台湾，可能就后壁就歹追究啊。所以美国法官嘛，足聪明的，伊可能有看过咱的判决啊。假设有影啦，因为咱中间嘛有送足侪资料来互伊。啊，咱伫美国遐足侪，咱在乡亲啊，甲咱这志工吼，甲咱包括高等院的最高法院所判决的这物件，拢一定给送资料互这个法官吼。啊！因平平法律界吼，法官对法官、检察官对法官，拢有咧了解这来龙去脉，伊拢会去读。因为即个像医生共款，医生若一个新的、新的病例出来，伊若无去了解吼，伊对人袂对嘛。所以法官因这个内容，伊嘛爱去读，啊嘛爱去知影讲，今仔日伫台湾亚洲的这个所在发生这个代志，啊是安那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哪会判呢？高等法院。最高法判什么？互恁知啦吼，三个答案，拢听过了哦，有无？无听过哦。伫2006年到2009年，咱补一部句，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讲恁台湾人无国籍。Taiwanese is stateless， stateless 就是无国家啦，无国籍。即句你甲咱讲的，就是讲咱中华民国流亡政权，这个国家、这个国籍，唔是咱台湾人的呢。所以咱下面什么护照，这拢假的呢。咱都无国籍嘛 ，status， 吼，简单讲叫做 status， 就是讲咱台湾人无一个国，啊嘛无一个国家的籍贯或者籍贯吼，这一项。第二个答案讲啊，讲恁台湾人。无一个予国际承认的、国际上承认的政府，所以目前这个流亡政府无予国际上承认以外，咱台湾人的咱嘛还阁未有国，还阁未有政府过呢。哦，这是非常清楚的啊。第三个答案讲啊呐，讲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棱角内面 ，political purgatory。这就是因为政治的感觉啦，所以阿扁也讲得足清楚呢。阿扁也嘛知哦，阿扁也讲啊啦，因为秘书长有去甲看，伊讲恁嘛免欢喜啦，我关伫细间监狱吼，啊恁是关伫大间的啦，安尼有清楚无？确实真正是咱互关伫大间监狱，咱无感觉。我咧想，啊我都嘛逐工安尼吸空气也无安那，啊逐工嘛是要去游山玩水拢可以啊。但是你用关伫进内面的你感觉袂出来，这才是厉害呢，这才是邪恶呢。因为伊甲你的媒体控制，甲你的思想控制，甲你的言论说，甲你控制白条，甲你的头壳内面拢甲你过控制、过设过，这是完全拢是法西斯希特勒这套，非常恐怖。
真正是非常恐怖。所以人美国边的法官，这司法单位的拢非常了解。讲恁台湾人是生活在政治的棱角内面，所以恁在讲咱不享受自由，有自由吗？无自由呢？有人权吗？无人权呢？有民主吗？嘛拢无民主呢？若有民主，今仔无应该有这种的选举。是啥物选举？这是你流氓政权的选举以外，你敢有公平性咧选举？无呢？民进党是拼到面青面绿，啊！你是当咩牙亏是当咩一直在咧含伊拼，这敢有公平？你的党产偌济，几百亿、几千亿安尼硬咧压？民进党，我唔是咧替民进党讲好话，但是事实是安尼啦吼。台湾派这边则是安尼拼到一箍五角硬咧穷，人因拢免穷咧，人因就压出来，甚至佫含遮个。在我这个跋筊场的安尼，家家滚滚吼，足济呢，真正是痛害。咱台湾钱阴卡棒吼，比这个较恐怖，阴到阿妈滚拢有。啊，但是人咧控制。所以，伫台湾的咱是无自由、无民权、无主权、无民主、无人权，拢无了了啦，拢无了了。所以人讲，恁是生活伫政治棱角内面，咱感觉袂到。啊，恁若认真去甲思考，去甲回想。有影呢，真正有影呢。我一个朋友吼，啊，就往那移民过去美国吼，啊，囡仔带去校去读册，啊，伊甲因爸爸问讲，爸爸，啊，因的奖状证住在哪里？因的奖状证住在哪里？有够悲哀呢。因为世界各国的总统拢是奖状证啦。这就是咱台湾人因讲洗脑洗到怎？东西南北分不清楚，所以咱咧看物件，咱唔当光看伊媒体安尼报，咱还搁再看另外一面，啊，搁好好去思考真正真相是怎么一回事安尼。今仔是好加在有秘书长这个团队安尼硬咧研究这个论述，予咱会当有一个机会通去看到迄个光。所以这真好的一个方向啦。吼，阿美国迄边遐为即几冬来一寡资料安尼收集起来。嘛，发觉讲，恁台湾人敢那知啊呢？敢那了解啊呢？但是咱敢真正完全了解，好像还佫压袂呢，还佫足济其他人还佫伫遐戆戆细细的呢。所以咱爱较努力个，去敢推，去敢讲，较辛苦无要紧啦。但是我相信，你若淡仔一点一滴安尼做，你会感觉真有成就，真有成绩啦。但是因为困难，较值得咱做。那伟人讲啊，这无可能啦，安那都安那。我讲，就是困难较需要咱做。那简单吼，老早人做了，慢慢轮到着咱做，是不是？吼、哦，所以困难无要紧，上惊就惊你无要面对。你若要面对，你若要面对去做，自然迄骨头会开。北伫台湾这条汉字的顶头的骨吼，可能唔是一个两个骨尔，几十个骨嘛有可能。但是咱若要透，一个套，两个套，自然就套会开啊啦，对不对？对不对？对。哦，所以我常在咧鼓励大家讲，唔通惊困难。咱若是有迄个诚心诚意要做，不管做偌济，咱若做好行，啊后壁愈来就愈济人一直对，一直行起来。哦，所以遇到困难的时阵，咱啊互相鼓励一下，唔通惊困难。哦，惊困难，咱就输伊啊啦。Yeah. OK， 那另外一点，头先我咧讲啊，讲第三项吼，就是最近奥巴马吼，无像你怎安尼吼，敢那想去食着兴奋剂安尼怎啊，敢讲话大声起来，有无？大家有感觉着无？什么原因你敢知？即有哪一挂内部的新闻吼？国安单位也有咧讲我听。伊讲奥巴马吼，当初上任的时阵，因为伊本身有哪足欣赏这个共产主义啊。啊，其实共产主义若认真甲愈理解吼，是大同世界、大同世界的一种思想。可是即卖共产已经拢变质去啊嘛，已经拢无共去啊。但是伊迄阵所思考的，拢是这方面的好的一面尔。正讲伊当个一段时间来，伊的经历发现讲，敢那好像含伊理想中诶，即个共产无共款嘅，
那么国安单位这边，有哪再三的甲讲，讲今仔日的美国，美国人，也是美国的这个代表，这个国务卿去到国际上，让人袂重视，让人会看得偏偏，什么原因？因咧国安单位咧开会吼，有哪几啊十名，大家拢点点无人敢讲。啊，迄国安单位迄个人讲，就是因为你总统上软，直接现较强哦。讲你总统上过头软，因为吼，你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啊，你若软软到底，其他的大家拢对你软过过去。所以你爱硬起来，你爱而且爱有这个。领世界领导者的这个角色要下出来，才有法度人带动所有美国甚至周边这些友好的国家拢做伙会当强起来。啊，你若无吼，罪人是你呢？爱落台是你呢？我有听一下，我那惊到要害，所以怎过开始怎表现较强势出来？哦，当然，这是我那其中一个因素啊。当然，其他内面我那有作些进步资料哦，当可以引起哎，无去继续，无未使去继续安尼弄落去啊。其实，大家若认真注意甲观察吼、中国无影外强啦，中国无影外有钱呢。大家拢想讲有人迄个遐即马当来外好拄外好，拢骗的啦。中国人都干那一行足够，骗足够骗。足够骗啦！你甲想看卖咧，因以前还袂开放的时阵，瘦到要跪了去，啊无定哩劈者变成会变到遐哩呐？敢真有遐哪够遐哪够变？孙悟空七十二变嘛，无遐够变呢？啊，因着百八变去啊，无啦，无影真有遐济，啊嘛无影真正遐哪有本事啦？军方的代，军方的武力嘛，足简单，讲一个防空母舰，是去共拖一个。几千万啊，共买上来，啊！迄只防空母舰叫啥物名？叫做瓦良公号呢，还叫做瓦良公的呢，瓦良格号啦吼，瓦良公号。啊，本来共买迄台上来，讲是要哪，讲是要做啥物海上学校啦，要旅游啥物通用啦。其实人喺内面一寡精密的物件拢下了了啊。啊，即嘛拖上来啊，结果想想，讲无来个油炸菜来，要来含人战。真正会气死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日本，咱来知影讲，航空母舰是一个战斗群呐、啊、吼。那么一个战斗群要出来，有几队？通常一只主舰，以外边啊后驱逐舰啊，什么舰一大堆，甚至下面佫有潜水艇啥个，全部拢加加的，二十几只到三十只左右。安尼，迄叫做队的战斗群哦。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有几队？日本迄阵就七八队的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啦。啊，伊中国到即马都含一只都无法动，啊，一只阁无要紧哦。伊即马一个飞机要飞落来，飞袂落来呢，飞落来从啊摔摔落来呢。啥物原因？你若注意认真看吼，伊个航空母舰啊，即马飞机要落来吼。伊有一个钩啊，咻，怎啊钩嘞？迄较是厉害呢，这较是技术呢。伊无到呢，伊要飞起来也成问题，啊，要飞落来嘛成问题。所以中国的军事能力无影外有本事啦。啊，讲一个上界明显嘞，人因遐海军吼，拢伫遐甲板顶头咧曝内衫内裤呢，啊，是事实啊。你若认真甲看一撮照片吼，因遐军队吼，拢伫因顶头，踮遐咧曝内衫内裤。安尼较有可能真正要含人战的样，啥物话呢？无影无外只啦。啊，过来讲经济能力。最近我调工，我那伫阮迄搭遐的一挂小片木百货公司去啊，细细看看。啊，我你甲看，我拢会甲掀后壁这个马骨起来看麦，麦在哪里？以前每顿请了一堆那山，这无唔对。啊，其实无啥物人去消费。台湾以前咱若去百货公司啊看，拢每顿台湾呐，咱比伊搁较风光嘞啦。但是咱袂安尼消费啦。啊，即马我去啊看，迄阿妈讲后壁这领甲掀起看，每顿那每顿马克，每顿越南，每顿泰人，每顿菲律宾，每顿巴基斯坦，拢差不多只国家。
美人车来找无呢？找无呢？其实工厂拢刷不了去啊，刷不了呀。什么时候开始刷？2007年的年底，就差不多开始在刷啦。大概若有一寡这方面的朋友，你甲问看卖，看有影无？为什么讲2007？2008年一月初，因开始正式实施这个像咱台湾讲的这劳基法、劳动基准法这方面的。2007年的年底，一寡香港的、韩国的、台湾的、日本的这小工厂改吼，利用要过年过节吼，大家回来了，怎啊唔回去啊？怎啊放遐烂？什么原因？我若去回去处理这个工厂，我可能还再拿一笔钱来再放人，袂好啦。因为因的劳动基准法吼，是世界上上个严苛的啦。等于伊就是要把这些责任拢淡淡给你这这迄个工厂界的人安尼。啊，所以即马工厂一个2008开始一直大家拢硬咧走，走不了的。走不了的是遮拢外资的哦。2010年开始，换因国内所谓个体户的开始也咧帮。最近大家若有报纸小看者，什么温州帮啊，哦，什么一欠欠偌济都偌济，拢算亿个啦。啊，其中有一个有哪，含我捌做过生意的，迄叫做温州的信泰光学眼镜，我咧做目镜吼。即个吼，伊报纸顶头写讲。假如欠几个，欠七八亿的人民币啦。其实吼，我所知影的时候是不止啦，十几亿的啦，十几亿的人民币啦。啊，若十几亿人民币甲算起来，三四亿的美金呢，足恐怖的。啊，这一间工厂呢，哦，一间工厂就安尼。啊，若搁较济工厂，我看是不得了。所以为2010年开始，一波过一波，这工厂啊开始硬咧刷。开始硬咧走，爱当走的走，爱当想办法掏空的掏空安尼。那么中国的经济最近这几个月来，你敢注意下看，因为经济指数已经开始咧下滑，开始咧下滑。我前早我就讲过啊，中国咧上吼，唔是自由对体尔呢，自由对体是讲倒倒落来吼，伊的加速对体呢，加速啦。因为阿讲，迄是一个无正常的所在，来无踪去无影。既然会起遐紧，啊走嘛走足紧，这是基本定律啦。所以中国的经济咧放吼，可能的速度会真紧。啊，当然因媒体界唔敢让你知影伤济啦。啊，即我咧讲的，即拢是内幕消息啦。所以今仔真好机会，互大家分享，互恁大家知影。即内幕消息种事实的代志啦。哦，甚至中国即卖工厂界吼，你若一张订单互伊。至少要半年才有人交的，或甚至十个月才有人交的，无工、无电，哦，讲到无电，人会当想讲啊，可能因的工业真用电真伤，所以全无电。其实唔是呢，什么原因？因一礼拜吼三工有电呢，啊，什么开？是安那开无电？因为电厂无要发电。啊！你讲个其他电厂个无电，伊发愈济料愈济啊，所以电厂怎唔爱发电？啊，唔爱发电，互你民间无电通用嘛无要紧。因中国人个思考逻辑是安尼，所以变成讲造成工厂、民间，差不多一礼拜上无着两工、三工拢无电，这是家常便饭个代志。所以可见为即个情形下。种的状况，甲发觉起来，甲检验起来，美国嘛知影讲，啊，伊只讲伊咧外强，中国跟外强都会讲，原来拢是欺骗的，原来拢是无真实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甲含奥巴马总统，为最近开始的展示很强势出来，就是这个原因来。所以包括甚至刘珊珊甲你阿起先是11月10号，迄阵多些代志，多好 APEC 伫夏威夷咧办的时阵，多好胡锦涛甲连战咧会面的时阵，这有啥物因素伫内面无？你可能爱好好去思考看卖，拢有足济
来龙去脉的这种政治语言呐、啊、吼，啊，所以这样问题会连贯伫这個时间点，拢有伊的意义伫内面。所以美国发现这个情形下，伊知影讲，袂用个想软买，啊嘛，包括亚洲遮，若无较强势出来吼，亚洲遮若规个国家若去吼，互中国遐呢，甲你甲吞大落，可能歹恢复。所以伊怎？用一个叫 TPP 啦吼 ，TPP 大家捌听过吼，咁嘛 ，TPP 就是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就是泛太平洋友好协定啦。哦，啊，这就是要用美国做指导，美国出兵直接来咧靠这些国家来含伊做伙。啊，但中国排除啊，像中国来排除啊，因为中国是不透明嘛，你贸易不透明，啊，法规不健全，我甲你排除啊。有水无？真正是足水啦吼！所以美国即马会大力要出来亚洲，伊发现讲，若阁继续互中共用即个啥物东协加战、东协加五、东协加几安尼一直乌白加来吼，可能规个崩了了。所以美国赶紧打出来，打出来就是希望要甲重建亚洲。所以讲啊足清楚，奥巴马讲美国要重返亚洲，有无？有捌听过即句啦吼？但大家各位，你甲现地图起来看卖啊，亚洲这国家，东南亚从这个东北亚一直到来到东南亚这所在，这国家几乎拢是主权建构完成的国家，对人拢国家拢已经完整啊，剩什么所在？剩台湾还袂清楚，所以美国讲要重返亚洲，其实无讲清楚呢。重点就是要重返台湾，就是要重返台湾。啊，大家讲，敢有影像是讲呢？足简单，我甲各位问一下，伫内湖起一个20,000平军事基地有无？大家知啦吼。这个所在，国安单位有哪甲我讲？这毋是要管恁台湾尔呢？管台湾哪会用到20,000平？要惊是啥？20,000平正大片呢？$2亿落去的所在，这个所在，伊甲我讲啊，足清楚，是要来管制整个的东南亚呢？安尼有重要无？所以可见吼，台湾将来的地位，甲含将来呐，一旦有清楚的话，整个控制亚洲的重要因素是伫遮啦。所以美国这段时间来，会足强势，一直咧起来，就是发现讲亚洲遮，伊若阁无赶紧来顾这个利益，整个全世界的利益拢会受影响。其实全世界欧洲、美洲、亚洲，欧洲也着免讲，欧洲遐足侪国家拢是足上轨道个啊。所以伊伫台遐要找着机会，甲找着利益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多。那美洲本身就伊家己伫遐，加拿大、美国吼，啊，甲南美洲，嘛拢伊咧控制较济啦吼。那么亚洲遮呢？亚洲遮开始即马当咧欢迎，当咧开始上轨道的所在，即搭遮利益开始相当呢。包括伊在哦，为迄个韩国、台湾、日本、菲律宾安尼一路来，遮国家硬咧兴旺起来，利益拢伫真内面。所以美国会想办法，要赶紧来恢复倒来亚洲，重点伫遮，就是伊若无出面，亚洲的经济、亚洲的遮利益会受到中国的吞带以外，甚至影响到世界利益、世界地位。啊，所以为即台遮来龙去脉，甲分析起来甲看，简单。美国倒来台湾即个所在是早晚的时间尔啦，即外交单位内面2.1亿的美金来起一个所在，应该讲是世界上伫美国伫各地的布地的内面数一数二的，无简单呐、啊！你敢想看嘛呢？20,000平的一个所在的军事基地，不是那么简单哦。所以为这个情形下，的这过程中，咱就会当发觉到讲，美国已经发现亚洲伊无倒转来袂使，
所以就是我头先咧讲的第三点重点，就是美国这边只有哪咧讲咧讲表示这个态度，伊当来亚洲，当来含大家做伙是早晚的时间尔。啊，当然要时间要紧要慢，嘛是爱看咱台湾人的表现呢。啊，咱有要爱较早当来无？有无？有无？啊，有爱表示呢？迄机爱甲插出来呢？吼，咱一寡机啊吼，我前间我着哪为着这机啊，就是我当来含大家做检讨。这机我有甲美国国安人来讲，讲台湾目前足济所在，哦，咱这机啊拢挂晒，伊欢喜个呢。真正欢喜个讲，那安尼话会更加快因的动作啦，因为这是一个表示啦。你讲啥个？我若机啊插到满街拢是，啊，规个城市拢是，伊哪有迄落唔转来？哦，因为美国若要倒转来遮，伊嘛无希望讲我一来啊，互人大家甲我垫鸡卵啊，对不？哦，伊嘛希望互人会当欢迎，啊，要欢迎上基本的机啊，哪有插出来？就是真明显的表示啊嘛，所以我拜托大家，若有机会，啊，若有这个环境会动，尽量机啊甲插出来。吼，啊，伊高雄州迄搭遐吼挂甲真水，高雄州吼，迄伫垦丁啦吼，垦丁遐挂甲真明显，我伫网络顶也看一下，欢喜个，我嘛甲迄个图片吼用出来，互国安大家看，国安大家看一下，欢喜个，甲揽只金呢，因为从来没有过啦。从来没有过啊，所以咱若用这，其实这无难呐，有困难无？无困难嘛，对不对？机啊，甲插出来，啊，人美国若当来看你，搞得欢喜啊，因为这是一个上界简单表示啦。啊，若累到的，我甲你保证，时间迄个动作会愈紧，啊，脚步会愈紧快。所以就讲，我想来讲，看咱台湾人要安那做呢？咱若要较紧。买当紧，咱若要慢，买当慢，啊，就无要无紧就慢。啊，咱若动作较紧的，较慢些，较甲兵亲戚朋友安尼斗招呼，较紧的，大家机啊赶紧赶挂起来，自然就紧啦，自然就紧啦。吼、哦，所以这是一个将真简单，啊，搁会当做会到的一个办法。啊，搁包括这个 ID 卡，我那报告啊，国安局迄边遐知影，咱这个台湾身份证吼。ID 卡吼 ，ID 卡，我要当个进前，我正多好有一个人客是波多黎各来，波多黎各大家捌听过啦吼，波多黎各多伫迈阿密罗南这边遮尔吼，伊算加勒比海内面的一个小国家，啊，其实伊还阁是美国所占领、所占领的一个属地啦。我迄人客来吼，我拢甲问讲，哎、欸、啊你波多黎各来，你是会啥物护照？借我看一下。伊讲无啦，我都无会护照。伊讲伊无会好食，哎，我吃一条，我啊，佫无思考过这个问题啦。我佮问讲，啊，无你若无会好食，你安怎来？我着用 ID 卡 ，ID 卡啦。啊，这个我佮想着讲啊，有影，莫怪美国叫咱爱赶紧来办这个 ID 卡，就是以后咱若有法度能够佮足完整的话，咱进出用这张 ID 卡就当进出美国啦。所以，波多黎各的人哦。我有那有传，我当来给台湾遮看，唔知因有传得无吼？这个 ID 卡吼，人因波多黎各就是驾照，啊，通常驾照伫美国遐个驾照吼，拢有照片呐，迄叫做 photo ID，photo ID 就是有相片的 ID。这个 ID 就是要证明你的身份，要表示你的身，你的整个资料拢伫内面。那么，伊波多黎各会当用 ID 卡，就当进出美国。咱台湾有一天有哪会安尼？因为咱台湾就是伫美国的占领之下，咱嘛是会当安尼做。啊，我搁甲问啦，我问讲，啊，无你若去别个国家，唔是美国以外，讲啊，我嘛是有一个美国国民护照，有水无？足清楚呢，真正足清楚。所以咱咧行的脚步，咱咧做的动作，一步一步拢非常符合。符合国际法，符合战争法，符合美国宪法来咧行。所以波多黎各的人，迄因遐人进出美国足简单，啊，得 ID 卡看一下，啊，得当你要坐飞机得来美国啊，非常简单。哦，啊，所以有一天的咱，
咱 ID 卡来当有，咱嘛当来个进出美国，所以国内较侪人来申请这个物件。这个物件至少这张卡，因为咱这张卡有足侪内容在内面，包括本土台湾人甲含外来的，而且中国人无同款的差别在这内面。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 ID 卡？这个 ID 卡我之前我那捌伫足侪机会内面讲过。ID 卡这张卡就是要来切断中国用人口的策略。中国用什么人口策略？用西藏，伊西藏大家知啦吼，就是吐蕃吼。因当初甲吐蕃下落来了，因就转甲中中国一挂汉人拢赶去遐，要甲伊人口稀释掉啦。予伊个人口变成完全毋是西藏人，毋是吐蕃人。目前即马中国就是有哪用即个策略伫即台湾咧，请我想要做即个行规。伊即马想办法要甲中国人硬来教礼拜，教礼拜了，就行台湾人甲中国人教教讲，讲怎啊变成稀释去。啊，所以为什么 ID 卡咱来强调本土台湾人，就是伫遮，这就是人口结构要甲策略要甲讲个破个问题。所以美国伊早上在咧讲讲，恁台湾人袂用个公道，什么原因？足简单呐，伊讲恁伫台湾内部有恁本土台湾人，嘛有外来个即中国人呢。啊！即外来的中国人，敢有资格、敢有条件来讲到你台湾的问题、甲台湾的代志？没有啊！啊，若无，你要哪办公道？足清楚呢，是毋是？人因美国咧想的逻辑吼，所以有当时啊，我常在咧鼓励讲，咱咧看美国的代志，咱爱跟对应的逻辑来思考。这个逻辑呐，思考会通，自然就知影一个来龙去脉。啊，所以这个 ID 卡，咱重点就是要甲切断中国用这个人口策略要来甲咱稀释掉的一个策略。哦，啊，所以这个 ID 卡呐，下着有几啊种好处啦，真正是好处吼，不胜枚举，讲袂完。但是咱一定爱想办法先甲下着这张卡了，一步一步来去甲要求。美国嘛讲啊，做先做来讲，你若有超过恁本土台湾人的半数以上有人下这张卡。我要甲政权会当来承认，安尼有清楚无？足清楚呢。但是咱有做无？咱有法度做到遐袂？还阁还袂呢？所以还阁努力呢。大家拜托，大家阁继续努力啦，好唔好？好。其实要甲化解中国人吼，无难呐。咱若含中国要切落地吼，嘛足简单呐。所以美国因咧考虑代志，拢有一挂逻辑课的方式。包括最近，咱现在想办法要安尼安排五百几，即卖目前我所在讲百五个左右，诶，人要去日本，要去亚斯库尼神社，吼，要去亚斯库尼台遐拜这靖国神社，什么作用？大家敢知？我有哪有含日美国个国安单位遐问过，伊甲我讲安怎讲，恁行这条路是正确个，是非常对个。伊讲安怎讲呢？讲二战的时阵，我美国是含日本战，日本是战败，我是战胜。那么美国战胜的我，我若有一天要来处理你的所在，这个所在的问题，我要找谁？当然嘛要找日本啊，是不是？我含日本战，啊战了要处理的代志，叫一个阿哥阿妈来处理，不都文不对题嘛？吼、哦，所以爱对着对象啦。人讲冤有头，债有主嘛。啊，咱这毋是，咱这是爱正确的对象了，对。咱的来龙去脉对。所以美国的逻辑是安尼咧行，咱来对伊安尼行。那么伊讲啊足清楚，我就是到时要问要台湾的问题，嘛爱含日本去谈。啊，日本谈，日本因为伫旧金山合约写甲足清楚，讲伊放弃。哦，当然咱。秘书长讲放弃伊遮个权利，但是义务各方面拢无放弃，即我那非常正确。即个问题就是即搭，就是讲你日本放弃无要紧，
但是这个所在的台湾人嘛，还佮含恁有关系啊！你袂用个点点拢无出声，所以美国的要，美国的概念是讲，有一天台湾佮日本 Commonwealth 就是叫啥 ？Commonwealth 就是邦联。大家若有印象 ，Australia 佮英国，吼、哦，大家知啦吼 ，Australia 佮英国，英国是。英国女王的系统嘛吼，澳大利亚是对这个英国系统，拢这叫做邦联呐。加拿大嘛是同款，所以有一天台湾呐，这个主权的地位跟含这整个状况拢用个清楚，含日本变成是日大日本邦联，迄个时阵就是台湾算我那一国，啊含日本阁有相当的关系，这叫做邦联的系统安尼呐。哦、所以这个情形下上，咱一定要去面对真相去思考。美国咧思考的逻辑是安尼行的，因为这爱根据国际法来行，根据战争法来做，袂用讲爱是无停无停去找一个阿哥阿妈来含伊谈，文不对地嘛。哦，所以我常在咧讲，为什么咱爱即逝咯爱行日本这边只，爱互日本知影，日本。当初战败了，阿段头拢累累，无要看顶悬。你唔知天上阿阁有星星月亮，你一定爱面对事实，爱甲台湾这个问题，我那好好来甲整治好，因为你有这个义务，嘛有这个权利。哦，所以台湾甲日本的关系其实相当啦。我伫美国遐含一寡日本朋友讲，日本若要恢复以前的信心，那么需要呢？你需要日本内地，以前那日本时代讲迄内地，就是讲日本本地内面，日本内地加日本台湾，才是完整的日本。哦，啊，日本人听得真欢喜咧，因为总算六十几冬啊，其实因战败了过，我那拢唔敢去面对这个代志。啊，原因就是无迄个信心啦。啊，咱来去啊，我那鼓励互因知影，来。你日本爱恢复你日本精神，日本的信心，好好来面对这个代志。其实日本还佫足强的啦，那以国际上的实力、军事能力，伊还佫非常强的。哦，啊，所以这个情形下，咱今仔即撮，咱需要安尼千辛万苦，安尼用百几个人要做伙来去，也是去年一个靖国神社要来啊。原因重点就是要互日本人知影。恁日本爱认真去思考这个真相。啊，其实吼，大家若注意甲观察，亚速古尼内面有39,100+个台湾人的灵位伫遐呢。大家有看过新闻？伊早一个高金素梅啊，啥物碗哥呢？啊，迄两仔拢去遐咧，后边插是后边落是，讲要共讨遐灵位倒转来。美国讲，日本甲讲 no。这是日本人，这是日本台湾人，怎么吃红菜在吃呢？啊，是怎样日本台湾人有39,100+在那个地方，在那里放红菜，在那里放红白，就是我们台湾和他们有很密切的关系在他们那边。这最简单的基础呢，逻辑和思考就知道。哦，所以我们要解决台湾的解决的套，我们要整个角都要想各方面，所以我们会做到比较辛苦，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咱的问题唔是一项尔，包括含美国有关系，包括含日本有关系，啊，干那含阿巴生这中国无关系尔。所以中国个阿巴生一讲讲，唔拢讲哦，台湾是伊个固有领土，啥物货吼？迄真正听得人大家拢嗨头啊。事实上，台湾含伊伫清朝迄、那个马关条约了，就拢挂断啊。拢已经挂开啊！啊，台湾那应该讲起来，咱那还没挂好理理吼，台湾才有较水的路。咱来面对世界，唔通干那面对中国尔。中国只不过是世界一部分尔嘛。而且这个部分哦，是人讲是烂鱼的烂蚵啊，伫遐内面啊呢。哦，所以中国的问题是。真正是讲，若甲掀起来吼，臭了了，恁内面恁足侪拢无去甲思考的尔。
因中国的问题，若要认真讲下吼，三暝三日嘛讲袂完。俺无需要含伊当遐个轮回袂煞啦。因中国一个朝代过一个朝代，安尼轮回袂煞。咱台湾无应该对因这个轮回嘛，咱无应该是这种的轮回内面啦。咱来跳开这个黑暗的黑暗井，咱来向世界行，向国际上行。干呢，咱才会有一个完整的路通去出来。后壁子孙，莫讲为咱家己无，后壁子孙买较好的日子通去过，对不对？吼、哦，所以这个经营吼，咱有哪爱思考，咱今仔咱咧做诶，咱咧努力诶，毋是为咱家己以外，咱嘛爱替后壁拍一条路出来，对啊。所以其实种种的国际上的局势吼，大家拢有哪非常理解。国际上对台湾。知影这个台湾非常重要，尤其是美国。美国知影讲台湾若去互希腊加萨，伊差不多亚洲就不保啊。啊，所以伊是安那较会当来学，才要起一两万平的这个军事基地。大家可能若伫媒体内面看资料，我那个个嘛会知影，美国是全世界有布伫七座的这个 Jetstar Control。这三个就是外太空控制系统，全世界有七座，啊，台湾几座？台湾几座？哦，有人听过哦，知影是三座哦。台湾有三座伫遮呢，有重要无？非常重要。啊，若无伊袂讲七座内面藏三座伫即搭遮呢。所以咱个本身嘛要有信心啦吼，毕竟这个国际局势。伫遮安尼咧看，啊咧行，咱茫干呐听媒体界咧黑白来甲咱讲着准煞，因为媒体界是要甲咱洗脑的，要甲咱教讲哦，咱变成伊个中国人去，毋是啦，台湾人就是台湾人，中国就中国，含咱含伊都无关无系嘛，人讲田无到水无流嘛，所以咱一定爱想办法伫即个内面的文章，啊，甲含伫即个实际情形咧斗起来。所以媒体里面有人在写讲，哦，台湾跟哪一个国家断交？伊搁咧骗呐，真正是搁咧骗。台湾都无国家过，要哪有含人断交？你看伊着鬼，是毋是？应该讲的是中华民国流氓政权含人断交嘛。啊，但是伊唔安尼写，伊就是条鬼要甲你台湾甲中华民国南做伙啊。这就是。我常在一直咧强调，讲蔡英文无应该千不该万不该，无应该讲安尼话。讲句话讲到，互王朝栋气一下，收顿去，真正是足无应该。因为台湾含中华民国好不容易，咱都已经努力一步久啊，咱都含面无关无系啊，啊你搁再讲一句话落去到底，就害了了去。哦，所以对民进党这些人，我是感觉讲。恁爱好啊，去思考。恁若真正为台湾要拍拼，为台湾要努力的话，恁爱去了解迄个真相出来，唔通为选举来咧选举。钱得啦，大家拢爱啦。但是你钱取之有道嘛，是毋是？啊，讲一下简单咧，到个时间一到，嘛拢无了了去啊，是毋是安尼？有够就好啊，啊唔通真正贪个伤济去啦。概念讲个做人。唔是干呐，咱人唔是低等动物啦，咱有智慧、有感受、有思考，咱来去想讲，我一生咁安尼尔，我应该做一寡会当互人感念的，啊会当互人感受的，这块是咱人做人的价值伫这内面嘛，吼、哦，啊，若讲为着要赚较侪钱啊，赚较侪，到尾啊像王永庆上真侪啦，王永庆嘛袂少啊，啊等于了。嘛是没有嘛，是毋是安尼？当然，这毋是讲咧唱衰啦吼，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咱做人的本分，咱爱提出来，这就是日本精神吼。日本精神吼，我真爱伫网络顶头，我看一个欧巴桑咧讲的讲，日本精神就是啥？日本精神就是明是非，黑白分明，啊，这个公道义理啊清楚，一点。啊，第二点。第二讲吼，就是爱骨力拍拼。啊，第三点就是爱坚持，坚持行到彻底，坚持做到够，这就是日本精神。所以咱拢爱学习这方面的这概念吼。所以美国方面，
我有那捌听在咧下面讲讲，啊，若 ID 卡有出来，是毋是会当互阮用 ID 卡就进出？伊讲哎，三万只，啊，恁敢发到迄个部分呢？啊，未到遐嘛。啊，我讲，但是阮希望 ID 卡拿出来，毋通阁还下车恁阿爸，即阮无爱呢。敢袂？恁敢袂？无爱嘛吼，无爱即车恁阿爸，因为即个国际上无人要买嘛，无人承认嘛。啊，因迄国安单位甲我讲，你放心，那即点阮有哪有咧努力咧安排？车恁阿爸的部分，美国嘛无承认，卖讲恁啦，美国嘛无咧甲承认呢。哦，所以可见，车恁阿爸即个护照、即个户籍。根本是拢国际上是拢那个铁，拢无人承认。那么 ID 卡的部分，我是来要求讲，哪当 ID 卡还下嘞？啊，世界当行，至少你比讲哪分哪讲一个国民护照，无你喷一张纸出来，写讲这就是代表恁的身份，会当互阮出入出入，安尼就好啊嘛。伊讲哎，伊嘛去思考啦。所以我逐摆呐含。但国安单位迄边遐咧研究咧处理代志，咧讲代志，我拢会甲讨东讨西，替咱台湾人来甲讨东讨西啦，安尼好唔好？呀，其实咱足艰难的环境下，啊，咱无资源，各方面拢爱讨啦，包括甚至我嘛咧甲讨讲，干那一支麦克风互阮，毋是即支啦吼，干那一支麦克风互阮，当互较济台湾人会当清醒。我甲讲，我台湾人吼。要互因请起来吼，无难啊！啊，我嘛免时间济，互我一个月落，啊，一工一点钟落，一工一点钟，啊，一个月，啊，互秘书长，毋是我啦吼，秘书长去讲，保证你全台湾的人拢清醒起来，是毋是？这道理真清楚嘛！啊，所以我是咧讲，你嘛好心啊，互阮下当有一个管道，会当去讲。啊，这因拢爱去再努力去安排啦，因为目前是流氓政权伫遮咧控制啦，吼、哦。啊，但是咱嘛袂用个讲，因为安尼着灰心啦，咱嘛继续爱去甲努力，继续爱去甲催。啊，所以我逐摆若遇到伊吼，伊拢会甲讲，哦 ，you want something right？ 伊讲，啊，你要去讨物件对毋对？我无法度，因为阮着确实真正遮困难。啊，你嘛爱体谅，因为每一个政党咧打起来的时阵吼，虽然理论正确。啊，方向也正确，但是若无这乌卡呢吼，我那老实讲，我那困难做代志。啊，你嘛是爱倒卡休一下呢？啊，有啦，因暗中做足侪代志，咱看袂到的。所以美国这边嘛，甲咱讲，咱有一个黑熊团队开始要训练。日本若是自卫队来甲咱倒卡手，就表示美国军方出来。啊，我讲哎，啊是安那讲？讲足简单嘛，日本的自卫队背后是啥？美国军方嘛，啊，伊出来就表示你美国军方出来嘛，安尼听有吼？伊甲我问安尼啦，哇，啊，恁听有啊？我嘛听有，呀，所以可见这拢有一个逻辑链内面啦吼。啊，我相信天要光啊，啊，天要光，咱来搁较侪人甲叫醒。讲哎，较紧嘞哦，天光啊呢，哦，啊起来斗努力，啊起来斗打拼，因为天光，咱总是爱付出一挂努力出来，才会当搁较水的日子啦。啊，因为台湾拢互砍六十几档，包括我囡仔时阵，国民党讲，若讲台湾话，就爱罚徛，我嘛去后壁徛过两摆过，啊嘛用罚金夹夹过，我总唔甘的，总唔甘愿的，啊一罚拢五角。啊是一块，哎、欸，你怎五角正大呢？哦，啊嘛要一块过呢。啊，咱欠当礼都较好发一个五角去吼，真唔冤哦。啊，像这种现象，咱以后呐整理好势，才全部拢爱扫除脱角。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一定要甲扫脱角，因为伊这去台湾，搁较久，伊嘛是流亡。我有一个人客吼，是为波兰呐，波兰的人客来，波兰伊也是。波兰是东欧迄边的，啊，我讲，哎，恁波兰以前嘛有 Polish London、Polish Paris， 就是波兰伦敦的流亡嘛。伊讲，哎，你怎么知道啊？我讲，当然我知啦，我有看过秘书长的资料啊。哦，我讲，
即卖台湾就是 Chinese Taipei， 就是同款样个，讲啊真个哦，啊有影就对哦，伊甲听起来个怎？我讲 Chinese Taipei 就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啊，就是像恁以前 Polish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 就是 Polish London， 啊，才叫做 Chinese Taipei。爱听啊，有影就对哦。我安尼你讲个真清楚，安尼有听无？有通无？所以足清楚，因波兰人因家己有哪知影？因伊早有流亡过，啊，因嘛足抵甲过这个情形，这拢事实呢。啊，这咱拢无加油，无加秘书，事实是安尼。但是因中国人吼，甲这名拢藏起来，唔好咱知。讲叫做中华台北啦，中华台北都世界都。掀开联合国的内面啊，资料看，都无这个国家叫做中华台北啊，啊，就是因家己编的嘛。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嘛，就是用头甲尾嘛 ，Chinese Taipei 安尼，安尼有清楚无？所以咱看代志，咱爱看清楚这个真相，才袂去予骗去啦。所以美国，咱台湾啊，伫美国协助之下，爱当甲台湾整顿好势。台湾将来是真水啦，真正开始真水。上无只囡仔，后代只少年啊，有囡仔，佮有寡少年啊来吼。少年啊，以后英文就写写叫，含因拢会当沟通。是安怎？香港足侪后裔的人拢敢去，啊，足爱去遐。甚物原因？因的北古人以前就是英国嘛。啊，以前早期吼，台湾一寡影星、歌星吼，若要结婚啦，要娶某啦。找香港的金嘛，啊，过来，什么原因？伊后边迄本护照，英国国民护照，所以香港以前嘛是会英国国民护照，即安尼个对照起来足清楚。啊，所以香港，咱台湾将来呐，伫美国的安排之下，整理好势，台湾将来教育、军防。各方面拢伫美国的指导之下，咱台湾的囡仔对国际社会对会行，对会好势。台湾将来的国际地位，咱面对全世界，面对国际上，咱台湾漂亮得不得了。甚至咱，阮嘛咧检讨咱的银角啊吼，波多黎各因迄边啊银角啊吼，因叫贝索。我那一个人家是25 cents吼，我那含像美国的 quarter 同款。那么伊的一个 peso 就是等于美金一块啦，拢同款迄个系统，啊，但是名无同呢。所以有一天，咱台湾无定会当改做正代票，唔是新代票，是正代票，真正代票。啊，正代票一块，等于偌济？等于美金一块，安尼好唔好？啊，咱的人家啊吼。咱正代票应该25 cents，嘛含美金25 cents等值，所以以后呐会正代票一块去食一碗阳春面就对啊啦。即卖阳春面一碗30 cents嘛，啊，哦40啊，我搁去加安尼，哦，安尼即卖是，我含我几个月前当来食一碗是30 cents啦，啊即卖40，啊，真正是有哪变化真大，OK。所以这个情形下，包括这些部分，我拢有咧思考这些问题，甚至这个故宫吼，大家知影故宫就是这些中国人这些物件，因讲在承认，我讲承认会使啊，但是阮这部分你嘛爱甲阮处理，什么部分？阮20+ 人，甚至拍到拢10+ 啊，律师、医生、教师。啊，甲这大学教授，啥物拢这优秀的人，这的人名，甚至白色恐怖30+人来，这你爱赔完呢？啊，你敢赔起？人命是无价的呢，故宫的嘛是无价没有错，但是阮人命嘛是无价呢。啊，你看要哪个赔这？所以这拢叮叮当当，咱拢爱去思考起来。咱唔是讲干赶走就遵守。代志，咱爱照国际上的法律，一项一项的道道来处理，这拢是咱爱好好检讨的代。吼，啊，所以将来的台湾，乃当面对世界，爱当伫美国的安排甲含整顿之下，我甲你保证，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真正是漂亮不得了。
至少咱这个地位清楚，哦，啊，咱做人的尊严有，当然就抬头挺胸啊。所以你看后边的国家，因遐的人咧行路吼，真正拢有风，甚至含以前香港吼，香港以前看台湾人看无脸目脸，因行路嘛有风的。啊，有当时啊，咱台湾人阁会去有风顺着，什么原因？因为后壁下都是英国护照，护照真嚣掰呢，迄阵真正真嚣掰。啊，从九七过都逃离落来啊，都无共去啊。所以这个政治吼，不要小看。但讲啊，政治很政治，我唔爱去遐插。你不理政治，政治要理你呢。就想讲讲，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同款意思，你若唔去用心去甲思考这个状况，这个状况，那么你含这个国际上脱节的时阵，吃亏的是你啊。所以现在伫今仔台湾，伫国际上拢无地位，拢互人看无脸目脸。咱台湾人行路拢无风，拢安尼头咧咧，什么原因？无名分嘛，无地位嘛，无尊严嘛。会记得进前。中国大陆来参加这个 WHO， 就是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来媒体甲问这中国个官员，讲啊人台湾人遐要求这個，啊恁你看呐，伊甲你印啥？水里里面啊，干那这北区我一人食袂消呾，我要甲讨个走，要甲讨个转来。所以无论如何，我那奉个咱希望咱坐坐乡亲是啊，做伙甲讨甲到，唔通真正互伊看遐衰歹啦，对唔对？对。台湾人的素养，台湾人的素质，应该讲个无 number one， 无嘛 number two 啦，伫国际上都会对嘞。真正确实有影，你慢看讲啊，敢好像台湾无啥，其实那伫国际上来评比，咱无比人较歹，但是咱无信心。因咱无地位嘛，咱去到国际上惊到要死嘛，干那去一个卫生，怎解去要去参加一个旁听席哦 ？WHA 搁是 WHO，WHA 的旁听席呢？啊，会吃恁那百货食人，甲你讲 no， 甲你赶赶出去。这就是咱无地位，啊，咱无伫国际上互人承认、互人接受的这个悲哀啊。因为国际上人因的要求足简单，你国际地位清楚，主权完整，吼、哦、啊有人民有土地有啥物货，这拢是基本的架构嘛。但是台湾敢有？拢无建构出来，啊，这原因就是伫这条叫产生，因为早期的老一辈吼，拢完全无去注重这物件。话人讲，啊美国吼爱负责这个代志啦。嘿，伊迄阵吼，甲蒋介石啊，甲中国人带来，我讲无唔对，这一毛一部分啦。但是恁搁去注意甲看卖啊。当初中国人要来台湾的时阵，去海边去码头，人人人西是虾米人？虾米人？较大声！台湾人嘛，老一辈遐台湾人嘛。哦，所以因的观念可能无思考到这国际化的部分，啊，造成国际上对台湾这个所在所变成演变到今仔日，这里那零零杂杂复杂困难的所在伫遮。啊，无要紧，干那困难，咱若有想要甲抛开，有啥要甲透起来，我相信咱拢行会到。爱有志气，有信心。有迄个努力的方向啦，安尼好唔好？呀，因为我感觉讲台湾的问题，其实若要解决嘛无困难啦。那恁迄个秘书长的论述安尼甲看起来吼，其实无难呢，都 A、B、C 加 D 安尼尔，三四项尔。啊，但是这研究爱相当呢。我做秘书长非常辛苦哦，2004年啊，2005年一直在每个月。我拢做欢乐，伊倒落咧，所以我嘛甲讲哦，好心诶，你着爱保，不做甲你保庇，我你家己爱保重。啊，所以我若伊国倒咧，我拢会甲炸一挂营养补品啦。不过大家拢爱保重啦。讲了一类吼，每一个人拢是台湾诶一个重要人物。
啊，每一个人只要你有发挥你的力量，总是会有成绩，有成绩出来。哦，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力量发挥加起来，一直加累积起来，就变成一大片的所在。所以拜托大家爱好好的打拼，把这个角好好透开。哦，啊，所以我的感觉是讲讲台湾的问题，若要解决吼，只要咱也有心，啊，用精神、用诚恳去解决，我相信美国嘛会知。阮伫一两当年，阮伫洛杉矶啊吼，伫联邦大楼，阮遐足足伫遐徛六个外月，六个半月，伫联邦大楼头前啊，啊，你也要求美国，你美国军政府爱倒转来。拜托你，你美国爱甲台湾的问题解决掉啦，唔通搁再让台湾人一直拢伫这个政治的联合内面。我爱有听，有咧听，唔是无啦。所以唔太甲咱安排，咱包括咱的这个民政府的这个酒会也好，包括咱然后后边即大家的这个 ID 卡好，甲加这个公民权利法案，步一步拢硬咧安排。这拢非常清楚的代志来讲，美国。伊嘛要爱甲咱处理代志，但是咱爱有想要徛起来。美国的逻辑吼，是你要讨物件，啊，你去表示呢？啊，你若拢唔讨哦，像我那囡仔吼，若生只狗吼，讲爸爸爸爸，我生日快到了呢，吼，啊，就是咧讨物件，伊就是咧讨物件。啊，伊若无讲吼，咱嘛是皮皮啊较贵呢，对唔对？吼啊，所以美国的逻辑是安尼，你有讨。哎，伊就去想讲，哎，我需要互你无？啊，我要互你偌济？啊，你讨偌大啊？那伊就互你偌济物件？啊，你若拢唔讨，伊就皮皮啊，甲你过啊！啊，食亏就烂啦！哦，所以伫咱伫这个政治的联合内面，安尼互人安尼水深火热，安尼食苦的是咱啦。所以咱要甲这甲讨个开的话，咱就爱甲美国甲讨个开，讨个行。啊，同时咱嘛爱甲美国、甲日本这边也讲，日本人诶，恁含台湾有遮呾深诶关系，恁爱好好啊徛出来为台湾人讲寡话。虽然恁当初有放弃这个权利，但是恁冇义务，即敢呾像血血缘共款，迄、那个血脉无断啦，啊未断绝啦，因为固有的领土吼未断绝啦，所以一定爱。甲日本这边只，嘛爱甲喊声，叫伊出来甲咱斗下手。因为若日本吼，听着讲台湾含伊遮尔深的关系，啊，佮含伊遮尔好诶一个有遮尔侪一面，我相信因就真欢喜。所以最近一步一步咧安排，拢已经真有明显的成果出来。咱伫即个十一月中旬，阮伫美国遐，阮有安排一个，咱的甲先拜吼，啊去日本。啊，含一寡只个政界，啊，甲军方个，啊，甲一寡只个即参众员个人，拢有正好个沟通。吼、哦，啊，所以十二月十几号伊会再去一摆，就是要来安要等咱十二月二十要过去个工作。即拢一步一步，一点一滴拢有咧做。吼、哦，啊，日本方面，因为伫战后了，咱嘛爱甲鼓吹，互伊有伊个信心，互伊信心起来讲，面对国际上个局势。日本若阁继续安尼软哥哥的话，对于将来嘛是无好处，因为日本有哪足清楚，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因日本人家己讲啊，讲台湾是伊的生命线。安那讲，台湾海峡边啊只吼，咱看袂到啦吼，平常时无注意咧看啦。这个海峡每一天哦，每一天有数万的船伫遐出出入入。哦，啊，东南亚一带资源也好，为韩国、日本遮来来去去的，啊，甲为遐进进出出的，相当济啦。啊，这个所在，中国是少想要甲用作伊的内海呢？啊，若好变成内海，就去了了去。那内海的话，你看日本变哪说？啊，说真大，可能嘛说袂到呢，真费气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台湾海峡这个所在，予伊变成是，我那维持这个公海。啊，要公海的话，台湾的地位一定爱好好啊，含日本才好啊，如何来处理？因为日本是走袂去啦，
日本走袂去啦。所以我直接大家会甲大家讲这个问题，就讲话人讲啊，较会阁含日本有关系。必须要常在咧强调，咱台湾的地位，简单一句话，日本领土，美国占领，安尼就清楚啊啦。简单一句，这是日本的领土，啊，美国战胜了来占领，非常清楚啦。美国也嘛知影，恁安尼对咧。国安单位也安尼讲 ，CIA 嘛安尼讲，国防部嘛是清楚讲这样咧对咧。国务院吼是较难满啦，啊，但是伊敢若难满，有时讲伊嘛是爱面对。不过伊即摆我来了解啦，吼、哦，我来了解，因为毕竟美国要控制、要掌控是全世界性的。啊，台湾当然重要，但是世界代志遮尔那济，你台湾人本身你若无要发声，无要出来。伊嘛是皮皮啊，甲你过，因为恁都方管管是啊，有中国人伫遐甲缀了的，伊嘛当食生了面就好啊。啊，但是食苦的是咱呢。哦，我从阮嘛唔愿讲去互法国甲去徛伫后边，对无吼？啊，佮甚至吼，伊看到遐中国啊，甲你举头到遐举到高，讲水里你们，即北去我真正食袂落。咱咪甲讨倒转来啦，对唔对？所以要去日本的时阵，我伫洛杉矶遐吼，我那有写一篇简单的短文啦吼，啊，今仔都有这个机会，我那念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吼。啊，这个短文吼，咱一寡前辈，我那有帮我翻做日文，啊，日文我袂晓读，真歹势。但是简单的短文吼，我是安尼写啦吼，这个标题是叫做“找找美国”，找找美国吼。六十多年了，阮受尽外来政权，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各种的迫害欺压。阮走过千山万水，无数霜冷的冬天，阮游玩四界咧找找母国，无论伊变成啥款的模样，无论伊感觉会认识阮。阮拼命嘛要找到伊，因为有阿母的温暖，阮心内才会有稳定。虽然战后被放杀、被放弃，阮嘛知影阿母的无奈，阮嘛了解母国的心酸。六十外年来，阮无依无靠。参像国际孤立，阮吹起根加安南，忍耐度过每一天，只求有一日会当找到母国，会当予阮袂阁孤单受风寒。上天的保佑，全国神社英灵的引导。甲足侪人的努力，阮找到了。阮今仔日徛伫美国的所在，要甲美国的兄弟姊妹讲，阮倒转来啦。美国啊，阮是日本台湾你的子孙啊，你敢会记着？你敢有想起来？美国啊，阮倒转来看你咧。最后。在11日东北地区遭受大地震灾难的兄弟姊妹，我嘛要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祈求因早一日复原健康，也期望美国日本早日国土复兴、国土完整，恢复信心，重建日本精神。愿上天保佑每一个人。台湾民政府副主席蔡明发，我写这篇短文吼，阿写到家己哭到要害，因为六十几冬的心酸啦吼，啊，甲真正一丁丁塌塌的灾难吼，一点一滴拢印伫咱的心肝底，啊，希望有一天
咱这个会当逃开，会当袂搁再受风寒，哦。所以这个苦，这地位清楚了，我相信咱会当化作力量，行出一条搁较完整的路，行出一条搁较水的路。台湾的未来靠咱大家，所以每一个人，我拜托大家身体要保重，因为咱还够真侪代志爱做，唔是为家己尔，嘛爱为咱的后代子子孙孙去思考。虽然路歹行，虽然有坎坎坷坷，但是咱若有要用心做，总是拍会开，总是有天光的一日啦，对唔对？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到宣传到广告啦，因为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媒体的方式，只好就是要用这个办法。我这篇文章老实说，我是希望在日本要去那时候可以在那里说给日本人听，里面有日文啦，日文我都不能看。欧里桑怎么说？新闻前的部分吼，有啦，免烦恼。秘书长遮嘛拢已经有咧安排吼。咱第一批二十几个即个新铺的部分，我照秘书长讲是已经有下着啦。吼，下面千几个伫即个卡刀，即几工来，我相信应该是有哪会收着。咱收着即个新闻前 ID 卡吼，是安那下着？恁敢知？敢捌听过？秘书长，唔知道有动作秘密无？我唔知哦。但是咱是经过 AIT 下予咱的，是 AIT 甲咱通知，咱去下当来。安尼有清楚无？安尼有明白无？啊？哦，这是大家努力所出来的成果，唔是某甚物人。所以我讲的每一个人，拢总非常重要。所以有那不管安那，拢爱保重，因为路阁真正真长。但是吼，不管安那吼，咱一步一步安尼咧踏，足清楚啊。应该讲起来，离天光念咪到啊。因为美国嘛知影讲，台湾人伫遮受苦受难六十外冬啊，咱一点一滴咱拢有讲完听，咱嘛有一寡遮的资料咧分互看，伊嘛拢知影。唔通阁予咱个阿母踮遐暗时咧哭到袂停啦，对唔对？好唔好？好，安尼歹势，我简单讲到遮，若有机会，我若阁再有阁较新个资料，我会尽量阁再来传达予恁大家知影。因为伫美国遐吼，我通常我拢会想办法做一寡微调，放倒来予大家，因为微调咧传较紧啦吼。所以希望大家若有甚物缺点的所在，甲我指教，我嘛是咧学习，因为咱拢是为零开始，拢是毋捌，为秘书长安尼研究，甲含瑞雪何老师安尼用精神来研究遮物件，咱好好甲发挥，好好甲拍拼出来。台湾的路是非常水，台湾的路是非常公平啦，好唔好？感谢，多谢努力，谢谢。起立！立正，行礼，下课。